你这个鞋也是在这买的吗？在这买的。这个多少钱？60。穿了多少年了？今年三年了。大吉那种凉鞋好啊？哪个鸡哪？那这三双不粘这一双啊？我这是三年了，那得一年两双。这个穿着舒适？头一年不行。头一年不行，还得磨。哎，你看这个都磨的呢。啊。它这个，你头一年穿着磨，到第二年、第三年它就不磨了。今天赶临沂大集啊，发现这个临沂大拖鞋，说这个拖鞋你们这里叫什么？鞋垫子。鞋垫子，这一双多少钱？20元。20元，做这一双很费劲吧？哎，这个都用啥做的？哦，这就是做这里啊。哦，做这一双得多长时间？一天做40双。12双。三十年了。30年了。啊，年轻的时候就干呗。哦。这一个机控能卖几双？一个机控也卖个5-6双。5-6双。这穿起来它不磨脚吧？哦。买这个是不是都老年人居多啊？哎，老年人。哦。5000赶4个，5000赶4个，哦，还得种地，还要种地。大叔今年有60了？70了。哦，70了。这也是皮带吗？这个？哎。哦，我们那里也有，没有你整个这么精致。哪的？在哪的？山东日照的。日照啊。哦。啊，应该有它不一样，它整的特别的简单。你这整的有点稍微特别的精致了。啊，还得修一修。哎，修一修才能塞上，你塞不上。哦，也是个细活啊。这不用浇吗？不用浇水吗？全用这个钉子。钉子。哦，底下，这不是轮胎吗？轮胎啊。轮胎。哦。这一双能穿多少年？3年。3年。这穿起来不磨脚吧？不磨脚。不磨脚。看看啊。这上面也有鞋码是吧？有啊。哦，这个看着，43的。42的，鞋码大小那个价格都一样吗？都一样。看看大叔制作这个鞋啊。手咋了？都扎一下子就疼。啊，不小心啊。对。现在这个都很少见了啊。哎。有点味了，哎。这是今早做了几双了？啊，
这是第几双了？今天？今天是头一双，刚来啊。刚来。嗯。这一天能做多少双？做十来双。十来双。哎。啊，就如果全卖的话，也就200来块钱啊。说这还也可以缝补裤子是吧？啊，哦，现在是现在很难见了，小时候见过。关键我们那里的这个凉鞋和这个针还不一样。不一样，它那个线上和水晶线上在蒙印、云南、分线这三个线差不多都是某个线上。都差不多。哎，在往内那就不这个样。我们整的特别的简单啊，就是啊，稍微一整能穿就行。你这个有点繁琐。哎，会繁琐，会慢。你这个整的特别的细致。我估计过多少年以后也就是没有了。哎，年轻人嫌麻烦，不爱整这个，都让机械化代替了。很多这个行业不都是就四川了。对，你这个鞋也是在这买的吗？啊，在这买的。这个多少钱？不是，穿了多少年了？今年三年了，还没坏啊？哎，这个防噪啊，结实啊。这个挺好。没三年了。三年了，还能穿三年？我就是这一年不给。这个没事啊。嗯，这一年不给。这比那种。大吉那种凉鞋好啊，那个就那那那三双不念这一双啊，我戴了三年了，那个一年两双。这个穿着舒适。头一年不行。头一年不行，还得磨。哎，你看这个磨的呢。啊。是吧？它这个你头一年穿着磨，到第二年第三年都不磨了。哦，第二年第三年就好了。哎，穿着舒服了。行行行。那、都。说你这个鞋穿了多少年了？我这十二几年了。十二年了。十二年了吧。十好几年了。哎。哦。那时候买多少钱？啊？那时候买多少钱一双？多少几万？啊。鞋呀。啊。鞋啊。对。啊，我20块钱。20块钱。哎。啊，你这个结实啊。啊。这个穿起来舒适呀。啊，行行行。嗯，行行。